亲爱的台湾同胞们，我今天很高兴到台南崇和国小来传授老师这个十八般武艺。现在正在讲的就是荧幕录制，那你可以打开 IE 啊，打开这个二十个习惯，快乐的习惯。好，第一个叫 be grateful， 就是要很感恩呐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就快把它关掉，就收掉。啊，录影结束就从这里，这里来按这个，